次咧講咗嘅都好算滿意，因為覺得講座嘅內容咧都好豐富同埋好有啟發性。今次最大的收获就是讲座的内容对于疫情的展览转型 Virtual Events 就不限不同的地区，不限场地的活动，不同的 setup， 那个程序其实会简单了，同时接触到的客户就会更加多的。